第一关卡再次开始，通关则赢得十枚分贝，共五次机会，没有通关则获得五枚分贝。注定我们今天就是最多就是终极的，是吗？没有，还有其他游戏可以换啊？还有别的是吧？啊，那这样就我们放弃，先拿五个。那你看，先上，哎，不能这样，拿五个好不好？让这个想法是我们都同意的。其实为了给你们节目组保素材，我们才录的。再说，框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告诉你们，这个框里面有个摄像头，阻挡了我的发挥。最起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！这个就这个太难了，不信你来试一下。如果你过了，给你十个币。来，如果不给我一个，来，你们导演组拿两个人来试一下。我就要哥哥试。来，你试一下，真的。我接住了，你给我十个。对你，我给你，你一次机会换一个分贝给我。是你们所有人商量的，还是你自己？我们所有人商量的。来来来，来试我们这个姿势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先讨论那十个的事。对不起哥，小鱼的言论呢仅代表他个人。啊，我刚刚其实根本没说话，对，我不同意的。哎，是和我跟苏海哥和让让和张远的态度无关，好不好？也祝这个小鱼以后事业顺利啊，在演艺圈大红大紫，好吧？